图图，图图你回来啦！真是一回来就找妈妈。对不起啊，图图，今天妈妈实在是有事太忙了，没空去学校接你。你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？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，说要拍全家福。全家福？是啊。你们要靠近一点，亲着图图的脸。啊。啊！爸爸妈妈亲嘴了。倩倩，不好意思啊。图图，你刚刚照片拍到了吗？没有呢。那我们再多拍两张。再拍一张，来。3、2、1，守护好你们母子俩，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。倩倩，我爱你有开始，但是永远没有结束。